今天的才艺是跟剑刺哥一起合作的舞台《孤勇者》，大家看我面前的布景就知道了，太震撼，太厉害了。这次跟剑刺哥合作舞台，我们也加了一点演技进去，对，然后中间还有一次换装。
看英雄。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王牌少年宋亚轩。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今天导演组呢说要让大家见证一下我这一年关于主持方面的成果。来，我准备好了。隔着窗户丝字纸，一丝横字纸，再丝竖字纸，横竖两次撕了44张湿字纸。我觉得这个绕口令吧，已经有我的70-80成功力了。是字纸你就撕字纸，不是字纸你就别胡。上一季小宋已经拜我为师了，是不是？今天我要检查一下，他这一季多来从我身上到底偷走了多少本事。你就别胡思乱撕，撕一粒纸。我太棒了。我现在进去师徒相会，走了。今天我们也请来一位神秘大咖。是谁啊？真是毫不神秘啊。没饭吃了，绕口令说的那么溜，不请为师坐一坐吗？啊，坐坐坐坐。哎，哎，我觉得很溜哎。真的吗？还可以的，多读几遍可能速度就能起来了。可以取代你了不？涛哥来一段绕口令。试一下，试一下。广西壮族自治区爱吃红鲤鱼与绿鲤鱼，驴的出租车鱼司机拉着苗族土家族自治州爱喝榴莲牛奶的小刘，小刘小鱼一边吃着不吐葡萄皮的葡萄，上面还有啊，哇，好强！念着黑化肥挥发会发灰，来到王牌少年加载中，要跟小松一起涂了、扒了、摆了、标了、冰了、分了、北了个，我。好想拿走你的嘴。过关了没有，为师？太强了，浩哥！认真的讲，这一季半左右的王牌，我觉得小宋的成长是飞速的。谢谢涛哥，飞速的，你慢慢的已经展现出了自己的真面目，被你看穿了。但我很喜欢这种状态，真的吗？就是你看腾哥，其实他也是生活当中什么样，其实在舞台上就什么样，是不是？就大家很喜欢看到你就是最自然的状态嘛，就是舒服，你舒服其实整个节目就舒服，那观众看了也就舒服。哎，有没有跟我学到点什么东西？有，涛哥我最佩服他的是他的应变能力，你多尝试就没问题了。哦，其实你的即兴反应比我强。对，真的就是你的那种就是亚学，包括说是接一些那种梗，比如说那个沈腾不配，我就觉得我可能这一辈子都说不出来。去无人岛会带什么四个字开始。沈疼，沈腾，不，嘿，绝绝绝绝！真的，我觉得那个沈腾不配啊！我回去跟我老婆说，我老婆说哇，绝了，真的绝了，能得到我老婆表扬的男人，这辈子除了我之外，只有你。你这手卡上是不是准备为难为师什么东西啊？那我现在玩一个游戏。什么游戏？叫别回答王牌。怎么玩？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嗯、你就要说这个有问题毫不相关、哦、我就不能回答你的问题。是的。答案哦，要拿锤子啊。嘿嘿。今天早上几点起来的？哎呦，我老婆对我那是真好。上学时候的绰号是什么？你们团都应该多来王牌、啊、这么长的说话没事常来。但是太闹腾了。吃苹果还是吃西瓜？腾哥吧，迟早被杨迪取代。六乘九等于多少？当我在2001年来到杭州的时候，怎么也想不到21年后会出现一个18岁的少年，他危及到了我接下来的主持生涯。哎，又熬过一题。现在心情怎么样？我愿意把我所有的镜头都无私的让给你，我只想做你背后的那个男人。说谎。怎么这么多问题啊？今天周几？哎，我差点答了。你比划我猜。好，乔松比划我来猜。好的。很好吃。几个字儿啊？两个字，两个字，薯片，辣条，
这叉叉叉叉叉进去这个感觉就对了。跟我一样是作进去的了，喵喵喵喵作进去的。四个字，四个字，成语。成语为师擅长。这是干嘛？心爱的小博士小摩托。悬崖勒马。嗯嗯。不是。然后我拿着什么？快马加鞭。太优秀了，这文化底蕴。太强了，没谁了，真的没谁了。我没去北大，是北大的错。你去了北大的？我去了北大，北大后悔一辈子。然后这个，几个字？几个字？一个字。装。什么？七个字？七个字？你这让我猜七个字，你就一动不动，你让我猜七个字啊？出名的话，蒙娜丽莎的微笑。哦，主要你没有那么胖，你瘦。什么？你让我来演就很像，你知道吧？下一个是，这个是哪？几个字都比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第一个这个，锤、杆、棒、黑。然后第二个字，黑猫警长。童年也是丰富多彩。四个字，三个字。小月月。嗯嗯。岳云鹏。对。这个涛哥都不知道。你这是一道年代题吗？四个字，四个字。咩咩咩。羊羊羊。几只羊？三只羊。一个成语哈，三羊开泰。但是，这是我跟迪哥的组合名，你需要把其中一个字改成适合的，第一个字就改第一个字。宋。羊。轩。轩。轩啥呀？宣扬开泰，宣扬开泰，妈呀，搁这给你急的。涛嫂经常对你做的事情，就涛嫂。涛嫂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样，大家闺秀。一个成语，一个成语，四个字。啊、嗯。小鸡啄米。他对我小鸡啄米。第一个字对。小小鸟依人，小鸡啄米，几个字儿？三个字儿，三个字儿。脱裤子，小鸡，小鸡。白蛇传，白娘子，不是，全名。白素贞，你这是蜕皮呀、啊？对啊，我这蛇在蜕皮呀、啊。你刚刚说过了，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七个字，七个字，七个字，心，爱，爱你，爱你在心口难开。老奴渣，容嬷嬷，去掉两个字，嬷嬷，其实是那个嬷嬷，吃的嬷嬷。四个字，四个字。煽，煽风点火。对对对。七个字。你。你笑。然后，哇！你笑起来真好看。主要是你笑，我笑，那这个词儿就猜不准。这怎么这么聪明？没了，没了。再整二十题，班主。来给扣个题，整二十题。整二十题，再给我三分钟全猜。当我没说，怎么能还有？当我没有讲过，好不好？你知道那个手势怎么做吗？加载中还有专门的手势。对，王牌，王牌，少年，少年，加载中。王牌少年，那我稍微低一点。王牌中年，好不好？
家在什么？家在中。你是少年，我是中年。啊，来，王牌少年，家在中。请看，您的画也不要再画了，画的都是些个什么呀？人家都看不懂。你不能老拿自个儿当毕加索呀，孩子。我再不是毕加索，我也不会在自己家里挂满什么自己的油画像。你冒充什么英国女王呀？这，我什么时候冒充英国女王了？我头上戴皇冠了吗？这，谁还没点爱好？不是。你笑什么呀？我这笑是支持你的呀，我这个。你就站这儿支持我吗？行行行，那你接着说吧。来，来，来了啊！豪华准备就绪，传递开始。你的画也不好再画了，画的都是些个什么呀？人家都看不懂。你不能老拿自个儿当毕加索呀，孩子。第二个人。我再不是毕加索，我也不会在自己家里挂满什么自己的油画像。你冒充什么英国女王呀？谁？我什么时候冒充英国女王了？我头上戴皇冠了吗？这谁还没点爱好啊？第三位啊，是。我这像是支持你的呀，我这个。你就站这儿支持我吧。啊，行行，那你就接着说吧。完了，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最快速度，还有你的画也不好再画了，画的都是些个什么呀？人家都看不懂，你不能老拿自个儿当毕加索呀，孩子。我再不是毕加索，我也不会在自己家里挂满什么自己的油画像。你冒充什么英国女王啊？谁？这我什么时候？好，下一把。这回没有外国友人，我希望你好好的啊。你的画也不要再画了。你的画也不要再画啊！你也不能总拿自己当毕加索呀！你也不能总拿自己当毕加索呀！我什么时候拿自己当毕加索了？我也不能像你似的呀，对吧？这屋里挂的全是自己的油画像，你把自己当英国女王了？我什么时候把自己当英国女王了？对呀，我也没戴什么皇冠啊！哇塞，好强啊！真是聪明绝顶！对了吗？很多。向后传递。压力好大，金姐，你这么一弄，你的画不能再画了。你看，你也不能拿自己当毕加索呀，你也不能拿你当英国女王啊。我什么时候拿自己当英国女王了？是小敏家吗？啊。哦，最后呢？最后，差不多了吧。你这画我跟你讲，你不能再画了，再怎么着你也不能拿自个儿当毕加索呀。怎么能跟原版一样？自己的台词。哎呀，我什么时候拿自个儿当毕加索了？我再怎么着我也没有，我再怎么着我也没有，我再怎么着我也没有拿自个儿当英国女王啊。谁这儿起高了。我什么时候拿自个儿当英国女王了？谁还没点爱好？对，没了，姐，没了吧？没了，厉害了，很厉害了，一年了，早完了。小童的目标是十二个字，对吧？目标是十二个字，比十二个字肯定多吧？传递，你这画可不能再画了，别再画这画了，你还真拿自己当毕加索了？全对，谁拿自己当毕加索了呀？啊，你还拿自己当英国女王呢？谁拿自己当英国女王了？谁还没点爱好了？好像挺全的。哇，这组好强。可以啊，小童这轮对了22个字。哇！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没有外国友人的帮助下，我们还是很强的。看一下大家提供的最不想回忆的照片，我们还有老底儿可以抖吗？非常多，来我们看一下。
死！哎呀哎呀！哎呀，这小腰 A 四腰，这是哪一年的腰？哎呀，我觉得最多也就2010年的腰。腾哥，这个好像还有视频，我们来看一下。哎呀妈呀，这没必要了吧？哎呦，哦，哇哦，哦。豹纹还在吗？现在狮纹都穿不上了。来看看家里的。哎呦，不用你照顾。哎呀，我有本家的门，我就是你的人了。以后啊，你得懂我的规矩。嗯，好丑啊，那时候。是那时候吗？这演的是包包的媳妇儿啊。这我导的第一部电视剧叫《欢喜密探》。怎么没播我们俩的吻戏啊？啊，我们俩乌泱乌泱的吻戏。接下来看看花花的。哦，花花劈叉照啊，就是那个劈叉，底下是血吗？不是，能劈这么开？花花，这是一个那个错位的一个图，然后。每一期不是都表演绝活吗？结果绝活没上过热搜，反而这么一个错位图上热搜，是我劈叉。我说花花劈这程度，底下一定是血泼。下一个小头的，金公主到。妈呀，是这么笑着出场？我当时说特别像缝纫机那个造型。但你走路它会晃吗？它也偏。没见。小童出来，小宋的，我们看一眼。哎呀，这是你啊？年轻时候梧桐吗？这不是？婴儿肥吗？多大呀？那个时候？不是，这是特效。姐呀，怎么婴儿肥也不能肥成这样？不一定。下一个包包的看看。哎，胖子行动队。特效妆，这个是，这跟现在也没几，跟现在也，其实这个特别难受，这个妆，我们总共拍了80天，我画了80天，然后脸全烂了，每天化妆要化3个小时到4个小时，嗯，卸妆都要卸半个多小时。其实当时特效也能做，但是这种可能给观众看起来感官会更真实一点，更好一点，但是后来还是被观众吐槽说太假了，对对对。今天各位演员们都辛苦了哈，然后呢，这个剧组也特别给大家准备了盒饭哈，这个在片场都常吃。你们先打开看看第一层，今天有4道菜：柠檬鸡爪、桂花糖藕、清炒苦瓜，还有辣子鸡。哎，为什么是这4道菜？酸甜苦辣呗。海璐姐说的对，因为不管角色大小啊，酸甜苦辣这个4个味儿啊，每一个演员都品尝过。然后这个盒饭呢，还有第2层。啊！第2层当中是各位在众多的影视剧作品当中扮演过的角色，记录着你们每一个人啊演员这条道路的成长的历程。其实，角色是我们每个演员用心去塑造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形象。但同时反过来，其实也是一个又一个经典的角色，让我们成为了好的演员。我们来看看腾哥的一些照片。我这一扒拉呀，也挺感触。嗯，挺感触的。这个演的戏还不少呢，哈哥。哇，这科哥以前也是这个客串的比较多。嗯。哎呀。哇。火。很帅，很帅。帅呀、啊！这还都在学校呢，没毕业呢。这个角色更逗，这角色是本来是一个挺长的，完了演着演着剧组就把我开除了。为啥呀？就说我跟那个男主角演戏那个戏路子太像了，撞型了。撞型了。完你知道我要收拾东西回家，我先推门看走廊里有没有人，怕被看见，你知道吧、哎、人家出工我拉行李走，那感觉也挺不好受。会很心酸的。东北人还好面儿，嗯，因为我毕业就去了话剧舞台，演了十来年吧，完了之后上春晚开始演电影，
我觉得无论是坐在场下观众席也好，还是隔着电视屏幕看我们，还是隔着大屏幕看我们，我就是挺感谢观众的。这么多年我们在舞台上无论出什么错误，大家也像感觉没白花钱似的，来了他们还觉得得着了，就是他观众喜欢你之后吧，他就惯着你，宠着，宠着，强宠。真的是感谢观众，感谢观众这么多年的喜爱、支持和宽容。我们再来看看贾玲这一堆照片哈。我演的戏太少了。我这人吧，你别看我，我是因为我太适合演女二号了。你明白我啥意思不，哥？我太适合演女二号了，所以我就不演。我就不演女二号，我谁要找我演电视剧吧，你就找我演女一。要么怎，我就挺喜欢舞台的，我就在舞台上踏踏实实的演我自己的，是吧？我自己写剧本，我自己演女一就好了。哎，真就一直没人找我演女一。然后后来包贝尔就有一天跟我说，他说我找你演个戏。他当时用了非常夸张的语气说，在谁是谁谁谁谁之间选了我，但是那些安妮海瑟薇和你之间选择了你，选了我。然后这次呢是我第一次演戏，去到横店以后，我一共是400多场戏，400多场戏算一算应该算女一了，很开心。然后头一个月没拍我。哎，那你没琢磨是不是把你换了？不好意思跟你说。不，他一个星期会有我一场戏。然后后面一个半月全是我的戏，充分感受到了女一的重要性。那段时间拍的是真是挺开心的。我开心，也感谢包导，就是让我拥有了我人生中第一个女一。谢谢你，谢谢你，演我第一部电视剧。海璐姐的照片特别厚，我挺感谢节目组的，因为我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后来我翻了一下，节目组把这个从我出道每一年挑了一部作品这个照片放在这儿。我在翻阅这个的过程当中，就好像过往的这20年，过了个电影在你的那个脑海里面。哪个角色是你觉得自己塑造的最让自己满意的？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对每一个作品都很努力，但是我把这个，我始终把这个红白玫瑰作为了我人生的一个演绎的一个蜕变。我在30岁的时候在国家话剧院，我就打了个报告，我说我想回剧院演话剧。刚好遇到田沁鑫导演要拍红白玫瑰，我回到排练场之后发现我根本就不会演话剧，而且导演一直在说王娇蕊演的不对，你这个演的不对，错，再搞一个，说你再回去想。然后那段时间就压力特别大，我家里人跟我说，说我经常梦魇，就是睡觉哭，自己哭完了之后，然后家里人就叫我起来喝点水什么的，然后再接着睡。我有一天上班的时候，我就在车上嚎啕大哭，就使劲在车里喊着哭。然后我到了剧院之后，我就把这件事情就跟导演说了，导演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他说你从你出道到现在已经10年过去了，他说每个人都说你演得好，每个人都说你演得好，你身上就好像贴了一层黄金甲，就没人说你不好，所以你接受不了。然后到了排练场中，他说我现在说你不好，就好像从你的天灵盖上撕了一个口子，我要把你这层黄金甲给撕下来，这个过程会很惨烈很痛苦，他说所以你会觉得痛，但是如果你可以蜕变了的话，他说你以后演戏就会知道说到底什么戏应该怎么演，其实无外乎就是一个真而不是设计。所以后来我在那个舞台上首演的时候，我听到那个观众的那个掌声的时候吧，我就觉得好像我自己确实蜕变了。从那以后基本上我演戏再也不设计了，我再也不去说顾忌自己的什么这种
名头啊，角色呀，然后是不是主角啊，就这些东西全都没有了。那三个月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是人生的一个蜕变吧。嗯，挺感谢田沁鑫导演的，也庆幸自己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演一个这样的角色。嗯，所以后来就有了比如说悬崖之上的王玉啊，白鹿原里面的这个仙草啊，对，这些性格特点非常鲜明和吸引观众的角色塑造就更真吧。我觉得其实你看悬崖之上的时候，我为了让自己能够有那种中毒的状态，我就天天自己喝很多水，把自己喝肿。所以大家在看到我中毒那场戏的时候，双下巴，然后很胖，很浮肿，就是我自己是一个非常不舒服的状态，然后演那个在医院中毒的那个戏。这得喝多少才能喝出那种中毒肿的感觉来一天？我每天差不多喝8瓶一升的矿泉水，喝完了就躺床上不动，然后就难受。但是你演戏的时候，你再进入那个状态，它会好很多。嗯，谢谢海璐姐的分享啊。谭健次是参加过《我就是演员》这个节目哈。谭健次太好了，我终于看到一个小鲜肉也可以有演戏演得很好的人。那个节目对于你来说，你觉得意味着什么？我就是演员这个舞台，当时我觉得是一个最大型的一个试戏的一个平台。但我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患上了一种叫试戏恐惧症的一个这么一个心病，就是。之前真的是自己拿着资料去递，然后别人看都不看就扔了。有时候我真的去捡回来过，我说因为我觉得你可以不要，但是我还能留给下一个剧组。所以我在转型做演员那个过程中是非常非常不自信的，可以说自卑，我觉得。后来在这个舞台上可能得到了老师的认可或者怎么样，然后被很多观众看到，我才慢慢觉得啊，我可以做演员。咱俩这块有一模一样的经历。我那个时候送那个资料，然后就摆在人桌子上。对。然后人家就看了一眼，就说：“行，放着吧，你走吧。”然后我就走了。然后我走到那个电梯口的时候，我发现我笔落在那个房间里了。我就回到那个房间去想把笔拿走，我就看到他们拿着我的那个资料，然后还有照片就撕掉了，说长这样还要当演员的，就扔进垃圾桶里了。然后我就站在门口，我就傻了。然后他们也看着我，也很尴尬。嗯，我就说不好意思，我笔落这儿了。然后我就进去拿了管笔，然后我就走了。走完回去，第二天我就又去了。我干了件特狠的事儿，我把我的资料在楼下塑封了，就是压了个膜，塑料的。第二天我还跑到那屋去了，我说昨天给你们资料，你们撕掉了。我说这个资料你们撕不掉了，然后放在这儿，还可以当杯垫，还可以当扇子。对，然后放在那儿，我就走了。这是一份很大的勇气。最后那戏也没去，但我就觉得说，我跟你一样，也都是试过10个8个戏，然后不成，10个8个不成，但是成了一个感觉就有希望。对，健次那个《猎罪图鉴》是演员之后接到的，是吧？因为演员的时候刚好贾冬野老师也在嘛，看到表演之后，他当时有说过说以后我可以为你写一部戏，但我当时真没。说实话，我只是觉得挺开心的，但我觉得这些事肯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可是后来又隔了有3-4年，然后就真的这件事情又成真了，就真的是演上了这部戏。这几年越来越觉得演员这个职业，特别是让自己很尊敬的这么一个职业，要需要去好好对待，好好认真的去付出的。对，从我就是演员收获了自信。到后来有更多的这个片约，现在健次终于可以很自信的在所有人面前说我是演员谭健次这句话了。是是是。哎，我想问问花花哈，花花如果有演戏的机会，你想试什么类型的角色？其实我蛮想演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人物。我之前有写过一首歌，那个歌名叫做《七重人格》，因为我觉得我生活里面也会有很多面，所以我会比较喜欢想尝试这种。对，那我还是建议花花演个歌手。像我们演一个有7重人格的歌手。可以还是演自己。可以今天变摇滚，明天变 rapper。 问问小宋啊，因为小宋是今天唯一一个饭盒里还没有一张照片的。是，今天听完前辈们哥哥姐姐们说的有什么收获吗？以后也想像各位老师一样塑造一个
深入人心的角色，对，可以吃到演员这口饭。小宋今年18岁，在你身边坐着的这位是一位拥有20年戏龄的老戏骨。没有，就是可能别人会觉得说你前几年拍的戏这么好，怎么这几年突然间感觉都不怎么样，为什么不能去挑选一部好作品呢？所以我就会焦虑这件事情。后来我妈妈也会跟我说，说你只要把自己做好，他机会来了你抓住就行了。但没有人是每一部剧本每一个剧本都能接到好戏的，但前提是你要对自己负责。不管你接什么戏，就像海螺姐说的那样，她说我把自己喝肿了。所以我妈就告诉我说，演员的美不是你脸上的美，是角色魅力的美。所以你让你画泥的时候，你就是画泥，让你憔悴的时候就是不许拖板，对吧？就是憔悴的时候你就是那个样子，有多种的美。所以你不要去焦虑，你只有把自己去做好，让自己不断的去进步，他说这个机会早晚会来的，他来了的时候刚好就落在你的手里，你轻轻一抓就是你的了。我觉得你妈说的挺对的，就是其实演员他是一个被选择的职业。对，就你们两个年轻，我们都是过来人了，40多岁，我觉得真的是送你们一句话，就是巅峰之路注定坎坷，能靠的只有你自己。谢谢姐姐，谢谢海璐姐。我们希望小彤和小宋啊，包括所有的年轻演员，其实都可以把海璐姐这句话记住。演员这碗饭不好端，但我相信通过今天我们整期节目的展现，大家可以感受到其实每个演员内心都有这样的一份信念。我们希望把这份饭端好，无论它是酸是甜是苦是辣，我们只希望做好自己，把更精彩的作品呈现给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演员们的支持，他们会一直努力的，谢谢大家。小宋比花女来猜，这个5个字，然后一首歌名，真浪漫，3个字，一个物品，4个字，第一个字，第二个字，第三个字，4个字是4个字，一个人物，当当当，怎么唱？当当当，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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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个字，好家伙，对，就是这样，哈哈哈哈，也是一个成功。